代人时候，你立志追随父亲行善的脚步，造福乡里。再一次用掌声的谢谢，谢谢黄律师与黄秘书对我们的社会的贡献。我们请黄秘书留步。林医师对独居老人照顾特别致赠感谢函以资感谢，请黄女士代为接受。请用热情的掌声来回应我们的黄女士，让你知道我们的社会有满满的爱对你们的致意，谢谢。